Thank you.
就经常在咱们说自己发球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你发那么转，他不可能发球，是吧？他有时候中间的时候你给下个转发来了，你发球发。如果他出的短，你上来就劈着一个，继续这么压，你现在压的挺好，都挺好，不是打来的，就是别让他前三把打出来就行了，前三把看怎么大家都互相提速，就是弱点。给大胆再正面，这个手牌啊，就是太容易，就往这往前，这个点再找一个。Thank you.
Yeah.